12岁的天才儿童阿特米斯出生在犯罪世家，他在管家的帮助下寻找神秘失踪的父亲。阿特米斯在寻找爸爸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深藏在地下的古老文明世界，并拥有令人惊喜的先进科技。于是阿特米斯拟定了一个危险的计划，要跟强劲的精灵打一场斗智斗勇的惊险战争。这部电影里的许多人物和其他电影很相似，像是阿特米斯和管家的黑色西装打扮，还有他们的武器和电影 MIB 星际战警的造型很像。另外，阿特米斯来到地下世界，遇上一位相貌酷似电影哈利波特里的海格巨人，最后甚至电影中还有貌似小精灵的怪物。另外，剧中饰演阿特米斯的男童星 Ferdia Shaw 可是剧组从1200位面试的童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他聪明幽默的气质简直就是阿特米斯的化身，相信经由他的诠释将会让阿特米斯奇幻历险成为一部成功的系列电影。